近日，郭涛飞赴巴西里约热内卢拍戏，一双儿女则留在北京过暑假。每天，郭涛太太李然都会发一些儿女的照片给他，让郭涛一解对儿女的相思之苦。郭涛在微博分享了石头和石头妹的照片，兄妹俩在电玩城里饶有兴趣地弹着吉他，兄妹俩的风格迥异，但从架势上来看，还是挺有潮范的。郭涛感叹：“我的孩子们，我天天想念，日夜想念的孩子们，爸爸想死你们了。”感谢老婆在百忙之中从大洋彼岸发来的照片，你和孩子们安好，我便是晴天。除了儿女的照片，郭涛还秀出一张自己的近照，望向远方的神情是石化了吗？网友调侃父女三人，中号石头，小号石头，郭涛就是大号石头。当然，郭涛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，郭涛负责赚钱养家，太太负责在家后勤保障带好娃。网友希望石头妈能多晒晒儿女的照片，让粉丝多饱眼福。夜思日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